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谈谈心脏最喜欢的五个运动。对心脏不好的人，他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随便动动就会喘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到底该不该运动，要如何的运动，然后什么时间来运动。第一个，我们来介绍日本的垫脚尖小跑步运动。这动作非常简单、方便、有效，而且呢，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人特别好。我们现在来开始示范这个动作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垫起来之后呢，在跑步的时候，对心脏血液的回流跟让我们的血管变年轻是简单有效的。第二个，我们来介绍的运动，甚至你如果说有下肢静脉曲张，做的运动其实是可以改善的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其实动作要领非常的简单，